手边有个手机，如果边上有个手机 separate 的 device 有个手机，或者重新打开一个那个 browser 的 window，比如说 Safari 啊、Firefox 或者 Chrome 都行哈。那个在里面输入 kahoot.it，大家可能自己都也玩过 kahoot.it，然后这个会让你输入 game pin，game pin 的数字是。Game Pin 的数字是12254711，大家应该看见，可以，来，我们来点游戏音乐哈。已经有老师加入了，我也来。然后这个名字是自动生成，这样子不用暴露隐私。我们也不是真的比赛。下面我们等到6位老师进来，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哦，现在已经一二三四五，算我自己。欢迎大家这个去 kahoot.it，然后输入这个 game pin，game pin 就是12254711，然后可以 find a name for yourself，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好，一二三四五六，我们再等一位。好了，好，哎呦，这好像很多位老师进来了，那我们就看一下，大家可以看见我的屏幕上哈，我会摁 start 之后呢，就会有这个10个 statement 依次出现在 screen 上。大家的任务就是看看我这个 screen 上出现的这个 statement，它算是一个 learning objective 还是不是？是不是一个学习目标？如果是，你就写 true。如果不是，你就选 false。true or false 是在自己的 device 上，在自己手机或者电脑上选。好，来，我们开始。好，现在可以低头选了。刚刚加入的老师哈，如果你刚刚加入想要进来的话，就去 kahoot.it，然后输入 game pin 就可以开始了。好，来，我们继续。好，大家如果都选完，我应该可以继续吧。I don't have to wait。可以继续。好，我们看下一个。好，这个排位发生变化了哈。还有4道题。
最后三道题，这是 graduate student。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lears throat) 最后一道题了啊！参与的老师们加油！好，那个，这个我们看一下领奖台，第一名 ，Balanced Hawk， Definitely Balanced， Arctic Vet， 第一名是哪位老师的 Avatar Mountain Oryx？ 是我、okay. 啊！你看这个蔡老师第一名，我们要这个恭喜一下。谢谢，因为我原来做过 Curriculum 的 Mapping。所以我做到第三道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那个 experience 了，然后我就知道我后边的题都能答对了。我们回头过一下，就刚才做这个小小的这个 game 的目的，其实是为了 highlight 我们今天想要从这个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来聊一下这个 learning objectives。所以什么叫 learning objectives 呢？它是一系列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 knowledge, skill, or experience, 针对于这个 learners 来说的。那么当一个 learner achieve 了一门课上你所规定的课程的学习目标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我们这门课程达到自己的任，完成自己的任务了。同样来说，如果一个学生如果在一个 program, 一个 language program 里面 take 了很多门课，那他们如果能把这门 program 各门课程的学习目标都完成，那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这个这个学习这个 program 的目标达成了。从刚才我们玩的这个小游戏里面来说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一共十个 statement， 分成两组，有一组五个都不是 learning objectives， 另外有一组五个全部都是 learning objectives。大家看见左边这个 column 全部都不是 learning objectives， 而右边的这个都是 learning objectives。好，那其中有个什么最大的特点呢？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右边这个 column 的所有的句子都 start with SS students 或者 graduate student。那么左边这一个 column 的五个 statement 都是从这门课程出发的，所以看上去左右两个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不都说的一回事吗？一个 coin 的两个面吗？但是左边的这个我们通常认为是一个 course description， 而右边是 learning objectives。 也就是说 learning objectives 我们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 specific 的，它是具体的，它是 measurable 的，它是可以测量的，同时它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这个学习者的一些行为和变化。那我们当我们要谈到这个学习目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学习者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能够在他们的行为上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产出。这个可能很多老师也多少少，比如说蔡老师就说之前在做这个 curriculum mapping 的时候这个问题都接触到。那我知道在我们 UBC 有大量的这个 Center for Teaching,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就这种管 teaching 的这种 central 的 unit 经常会组织各种各样的 workshop， 也都会谈到底什么是 learning objectives。但是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个问题，其实蔡老师跟我对不起蔡老师，我就直接开始了，这个都没有给您这个开场的机会。不是没有给我开场的机会，是我没有机会来介绍王老师，我觉得有一点遗憾。那王老师您说要不我先介绍您一下。好嘞好嘞。
然后您再正式开场，我觉得刚才那个游戏玩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这可以是我们以后如何做这个报告或者如何给学生上课的开场也挺好的。好，那个各位老师啊，我先介绍一下王倩老师。王倩老师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语言项目主任，负责该系的旁遮普语、印地乌尔都语、波斯语、尼泊尔语、藏语等，以及韩文、日文和中文和广东话项目。这个王老师负责的项目语言项目特别多哈，特别特别的有经验。特别高兴呢，今天王老师来给我们讲这个 learning objectives。我一看这个题目就特别特别的这个喜欢。我觉着呢，能这个讨论呢，就是能给我们大家呢提供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思路。好，那王老师您就接着讲吧。谢谢蔡老师，就是我刚才就是说到一半，其实就真正刚之前都是开场了啊，其实就说我下面想要说的，其实就跟蔡老师说的是相关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好像大家好像之前在这个做 course syllabus 的时候，好像 learning objectives 都要说，那为什么要站到这个language program 的这个高度、这个广度上来谈啊 learning objectives？ 我自己想一下，其实就像蔡老师刚才介绍的，因为我现在我们系有很多很多这个语言项目，大的、小的，大的比如说日文、韩文、中文。韩文现在扩张的很厉害，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 Squid Game 一出来，本来韩文就已经在扩张期 K-pop 什么的，各种韩剧，然后后面有这个 Squid Game 一开始了之后，这学生的热情学韩语的热情又特别高涨。除了中日韩这三大语种，然后我们学校有广东话的项目也进展的特别好，还有很多小的语言项目。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所有的语言项目都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好像在学校里面没有那么能够撑得起腰板哈。那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这个，真的是抛砖引玉，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个问题。虽然表面上这是在这个一个项目层次的，其实我觉得是跟每一位老师的课程目标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要抛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讨论Learning objectives， 语言项目的 learning objectives。第一，那如果你说一个大学要开语言项目很重要，那这个大学开的语言项目跟其他的学语言那些机会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有什么好的？那个很多学者，我们老师肯定恐怕也都知道，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免费的学语言的这个机会，有些虽然不免费，但是交费非常非常少，比大学的学分少多了。比如说那个 Duolingo， 对吧？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职业学校，专门教各种语言的，有 continuing studies， 有 weekend learning programs。那还有父母，有些父母，咱们华人的父母经常会自己教语言。那我们怎么说服别人？我们怎么说服孩子们上大学时候来选一个语言项目，选一个中文？或者我们怎么这个说服我们的父母说？来，你们的孩子上了大学了之后，请他们来学，他们之前可能在家里学中文，要不要再请他们上大学之后在学校中文？我们拿什么说服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大学里有这个，从大学的角度，从大学的管理层的角度，大学为什么要把有限的资源投给语言项目？为什么不把大学的资源，这个教学楼啊、师资力量呀、这个TA 的这个分配啊，为什么不给医学的项目？医学的项目这个对学校的排名很重要呀，对吧？这个学校医学项目想不想，很大程度上关就是决定了这个大学的在这个世界的排名。又或者为什么不给一些 science 或者 engineering 的项目，比如说 computer science， 这些项目很好呀。这个学生来你这个大学读了 computer science， 出去都找着工作，这个大学的口碑越来越好。再或者，为什么不把资源给经济学？
经济学这个学科在大学里通常是特别特别 popular， 尤其对于 international student， 对吧？我们 UBC 的这个经济学项目里面，大概是全 UBC 这个国际生比例最高的一个专业，经济学特别 popular， enrollment 特别高。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为什么还要坚持开语言项目？对吧？我们的毕业生也拿不了诺贝尔奖。这个好像我们语言专业的学生毕了业之后，就业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我们的人数，我们这还基本上都是小班教学，这个人 enrollment 也不高。这个计算机课呀、经济学课呀，好多物理的大课、数学大课，动辄都是100个人。我听说过有一些这个 science 的基础学科，这个一个班是800多个人，对吧？那么他们是配同样的一个老师，那最多加上8个 TA 吧。800个人，可能8个 TA 可能还不止，16个 TA 吧。那这个学校的这个耗资是相当的少的。那为什么要把这个项目给语言项目？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我常常听见我们语言老师抱怨的，说学校呀，现在好多大学都要把这个 language requirement 取消了。那为什么学校要坚持给学生有一个 language requirement？换句大实话说吧，就是我们怎么跟学校来 argue， 跟我们的老板们 argue， 说我们的价值，我们语言项目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拿什么来保住我们的饭碗。这都是实话，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反问的句子。那么实话就是，我们怎么能 convince 我们的老板们说我们的语言项目很重要。那么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在座的各位老师啊，我们已经坐在这儿了。假设你们这个大学说不行，这个语言项目我们不要了，那各位如果是在中文项目的，说来中文项目我们不要了，这个院里或者学校说不要了，但是你现在想保住咱们中文项目，你说，哎呀，我觉得我们这项目特别好呀。那么我来 define 一下我们的项目的 learning objectives。也就是说，我会说，哎，学生如果能 go through 我们的 program 的话，他会变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杰出的人，好不好？那如果大家还在电脑旁边的话，在手机旁边可能比较困难一点，可以使用一下这个 annotation， 给我几个 keyword， 或者大家如果嫌这个写字太麻烦，就打开 unmute yourself， 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要来 convince 你的这个dean或者你的学校的 provost 说要保住我们这个中文项目，因为我们这个中文项目的 learning objectives， 我们的学生从我们项目出来之后会变得很棒，你会描述哪些方向？写也行，说也行。那个我们有一个 annotation 的功能哈，然后可以点这个 text， 比如说大家会说他什么方面，speaking ability，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能力？这个跟我们大家都很有关系哈。这个每个学校都有可能面临 program 被砍的，这种事情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所以 a more responsible global citizen， I love that。Trinity West 的吴老师说的是个 a more responsible global citizen， 我就不把它放到我这上面来了。这个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对吧？一个是 responsible， 一个是 global。 好，还有没有其他老师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的？liberal essential to liberal education， why is it essential basically？蔡老师说到了这个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to be able to apply analyze， 蒋老师说到这个 diversified perspective of examining the world。 其实我们老师都有很多这样子非常非常站得很高的一些看法了，谢谢大家。好，那个我想说的是，我发现我们语言老师通常在我们自己的 course syllabus 上呢，会经常会关注的东西，哎，对不起，我把这个，
我们在写 learning objectives 的时候，常常会从那个 Bloom's taxonomy 开始哈，我们会说，来这个这门课结束之后，学生会能记得200个生词，就我们常常做的，对不对？能够这个读懂一小段话 ，understand 一小段话。我们还经常会说的是说，来他会用一个我们教授的语法句型来造新的句子，他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句某一个句子对还是不对 ，evaluating。他可以自己写一段自我介绍。比如一年级哈，这都是我们常常在我们语言课中间说到的一些 learning objectives。但是我今天想要提到的其实是除了 Bloom's taxonomy 里面说到的 cognitive， 也就是 thinking 这个部分之外的两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我们不太常提的，其实是我下面说的这个 affective， 就情感方面的和这个 psychomotor 方面的一些价值，就是除了最基本的 cognitive thinking， 我们很多老师都知道了，学生要会能背得，能说出来，能运用，能够创造新的这个根据自己家庭背景创造一个小的篇章，这些都很好了。但是为了要 convince 我们的老板们，我们的语言项目要能存在，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更多的从后面两个方面 affective 跟 psychomotor 的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 affective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里是把这个大段大段话抄下来，大家不见得是每个都需要仔细的看。那么 affective 其实它的主要的关键词就是 affective 吧，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家的一些 awareness、willingness to hear。 举个例子，那学生是不是在学了语言课之后能够变成一个更 respectful 的 citizen， 对吧？他是不是能够更擅长倾听，他能不能够在他的 valuing 的 system 里面，他对这个社会价值的考量上面，他能不能够对，比如说他学了中文之后，他是否能够对学中文的说中文的这个群体的认识有改变，我有提高。这个提高并不是说我学了中文之后我就觉得说中文的人都是好人啊，这个是两回事，但是否他就可以从这个价值观的角度能够做一个更 balanced 的一个这个评价。 internalized values， 对不对？那我们通过教授中文，我们知道中文的这个家庭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华人文化的这个家庭观念很重，那他是不是在通过学中文学一个语言的时候，可以对另外的一个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系能够，哎，我 learned about this，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internalize 这个？这个是体现在 affective 这个层面的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层面的是我们更少考虑到的，就是 psychomotor 方面的。什么叫 psychomotor 方面？这个好听起来非常玄乎，这个是不是主要指的是你学了跳高你就跳高跳得特别好，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还有其他东西的方面，比如说 awareness， 对吧？就是他在这个学习中间他可能更 aware of the sound，更 aware of the mechanism of speech。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他在学了语言之后，他是否是可以 adapt the skills of learning language into different subject。 那么我今天这个也是短短的半个小时，所以很难展开的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说我们自己的这个 learning objectives， 我们自己的 course syllabus 里面经常能够谈到的是 cognitive side of things， 就是 thinking 方面的。但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课程和这个 program 的objectives 上面更多的考虑到这个 affective 方面， psychomotor 方面。这个我们刚才我们 chat window 里面还有一些新的这个审美方面的，对这个汉语的语言的文化审美方面的提高，对吧？这个都是非常高层次，这个刚才提到这一点恐怕是 affective valuing 这个角度的。前面说这些都很玄乎，那我最后这五分钟呢，我想拿我自己的 course learning objectives 来做一个简单的剖析。这个我们是一个
说实在的，我们说这是 work in progress 的，所以我这个非常不成熟，也在改动中间。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131，就是我们第一门课，我们 UBC 的第一门课 的这个 learning objectives， 还有非常多需要改进的，但是我想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怎么思考的。那么比如说我在说我们最基本的，以前我们一旦要说到语言学习的时候，恐怕经常说到就是来这个 sorry 这个什么 汉字对吧，汉字的重要性，那我有讲到了 vocabulary and patterns， 这样就是我们常说的词汇语法。 skills 方面有包括这个发音，还有 four language skills。 那其实我自己非常努力想要加入的可能就是最后这两个 column 了，最后这个 column 了。那它主要的目的，这个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这个写的太不细致了哈，但是这个体现了我一个教学思路，这个往这个方向发展，就是那么这个主要是在根据 Bloom's Taxonomy 里面的这个 effective 第二个大项的，就是这个学生在学习了131之后，是不是能够通过对131的里面教授的一些文字文化习俗，在学习过程中间我会鼓励他们也做功课来对比一下汉语的文化习惯，这个家庭组成，这个大家聊天一来就要问你，哎，你多大呀，哎，你这个你妈妈做什么工作呀。我们上课的时候会请学生做功课的时候会要来讨论说，哎，你的文化中也这样吗，这个很明显就会发现以韩语为背景的学生跟这个非亚洲语言背景的学生在对比自己的文化和这个汉语文化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他们互相的交流又深化了他们这个对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的一个理解。那么下面这个小框框呢，其实是我对这个 psychomotor skills 的方面的一个努力。那么语言学习可能很多学生学一门课或者学两门课就不学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词汇和语法，其实大家设想一下，这个学生哪怕我们老师教的再好，你这一学期教了500个生词，这个我觉得已经是不可想象了，500个生词学生如果不继续学下去，过了5年之后这500个生词他还能记得多少，可能10个15个20个 maximum 50个。如果我们的教学目标或者我们项目推而广之，如果我们这个中文项目的目标就是词汇和语法的话，那我觉得除非是真正拿中文做 major 或者 minor 的学生，除此之外他们在学了一两门课之后恐怕就我们的学习目标就全部都丧失了。相反来说，如果我们强调他们在语言学习中间积累一些跟语言学习相关的这个学习技能，并且把这些学习技能应用到他们其他的学习和他们的终身学习的习惯中间去，那可能能起到真的会对他们的一生会有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项目，我们的中文项目可能对这个学生终身是有用的，我们是能够 achieve 我们的language program 的 learning objectives 的。所以说那我最后一分钟我就 wrap up 一下，就是当我们来考虑我们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的 Learning Objectives 的时候，其实我的目的本心不是说，哎，这个老师们我们教东西太少了，我们只教了生词，我们只教了语法，我们要多教一点，不是的，我绝对不是说要请大家想要来教新的 new content no， 我也不是说来我们这个教的不好我们来找一个新的教学方法来教，绝对不是。相反我觉得是后面两条，就是其实我们老师们都已经教得很好，我们教授的内容也是方方面面涉及到各个角度的， basically 用咱们中国人的老话来说就是咱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咱们可能说得不够好，咱们没有把咱们做的事情以这个学校的方向方面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来跟他们分享。也就是我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大家这半个小时不算浪费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回头想一想，跟同事跟自己的系主任跟自己院长交流的过程中间，能不能把咱们语言教学的目的说得再大一点，说得再高一点，是利用这个来 revamp 我们这个learning objective 的这个机会来想一想我们到底是在教什么。那个我可以给大家再举两个小的例子，我今天我们学校谁在那个我们学校的王山林老师也都在，
那比如说我们华裔班，像宁老师的华裔班，我们当然要教授语言知识，但是我们在华裔班的学习中间有很多活动，这个活动是促进华裔生跟自己的背景跟自己的族裔产生更多的交流，和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和解的一种状态。如果有机会，小宁老师可以给我们大概说一说我们的这个一些华裔班的跟父母交流的一些活动。那这些活动绝对不是停留在语言层次，仅仅的这个语言层次的。那徐老师，这个徐晓文老师，我们学校的这个 content course 就是中文文学啊文学课程上面，那么在这些课程上面，我们常常说过，它是这个主要教授的并不是一个语篇了。你说这个学生到底学了鲁迅还是没学鲁迅，学了鲁迅的这个篇章还是学了鲁迅的另外一个篇章，它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我觉得，它有重要性，但是它的重要性恐怕并不如另外的一些概念，比如说 critical thinking 更重要。那徐老师最近也跟我分享了一个这个学生在学习中间自主的产生了 critical thinking， 把这个学习的篇章他们正在学习的这个内容跟这个歌词联系起来，发现这个歌词中间有抄袭。那你看这个学生有自主学习，对吧，这个扩展到了外面的内容，把这个 academic honesty 的这个内容 bring up into the classroom，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才是真正，我刚举的两个这两个例子，可能才真正是我们语言项目的 learning objectives。我就说到这里吧，已经超时两分钟了。来，蔡老师，王老师，谢谢，特别精彩的报告。我们王老师，我们再请观众提一些问题吧，我们稍微再用一点时间，可以吗？不好意思，占用大家的时间，应该早点结束。特别好，特别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特别 fresh 的 idea 来想我们这个 program 的建设。好，观众当中有没有老师有问题，可以打开麦克风直接问哈。